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，小沙弥道心不稳，老和尚对症下药。这个老和尚带着小沙弥啊出门行脚，以后啊你们讲法师啊，就是和尚啊出去啊叫行脚，你们叫什么？走路。法师要讲行脚。所以无论行走在广阔无边的丛林和翻山越岭，老和尚呢都是遥遥地走在小和尚之前面。这小和尚呢背着一个行李紧跟在后面啊，一路上呢两个人相互照顾，彼此为伴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小沙弥呢走着走着心想，哎呀，难得人生啊，短短几十年的生命，却必须经历生老病死，受到六道轮回之苦，真苦啊。不过既然要修行，就要立志当菩萨救度众生，因此我不能懈怠，赶紧跟上去才行。想到这里，走在前面的老和尚突然停下脚步，面露笑容地回头对他说，来，包袱让我来背吧，你走在我的前面。小沙弥感到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老和尚让我走在他的前面了呢？还帮我背包袱呢？但是他没有办法，照着老和尚的指示，把包袱给老和尚，他自己走在前面。走着走着，小沙弥觉得这样，逍遥自在，前面没人的嘛。而佛经里说啊，菩萨必须顺应众生的需要而行各种布施。走着走着他觉得太辛苦啊，况且天下众生苦难多，何时才救得完呢？啊，不如独善其身，像现在走路一样，我逍遥地走在前面多好。念头一起，就听到老和尚很严厉地对他说，你停下来。小沙弥赶紧停下来，回过头看见老和尚严肃的脸，一笑不笑，吓了一跳。老和尚将包袱拿给他，包袱背好，跟在我后面走。小沙弥想，做人真苦，刚刚想逍遥一会儿，自己还那么开心，一转眼又难过了。人的心念真的不稳定，难怪凡夫心很容易动摇，还是修菩萨行好，起码我可以面对苦难的众生，跟很多好人结善缘，做一些本分事情。这时候老和尚又面带笑容地回头招呼他，并将他的行李老和尚拿去背，又请小和尚走在前面。小沙弥心想，老和尚反反复复让我这么发心退心，直到第三次再起退心的时候，老和尚又很严肃的态度对他。小沙弥终于忍不住自己内心的疑惑，他就说，师父，你今天为什么一下子要走在我前面，一下子又要我走后面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和尚说，你虽然有心修行，但是你的道心不坚固，感动时你就发大愿，却又很快地退失了道心，这样进进退退，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？听到老和尚这么说，小沙弥赶紧忏悔。当他又升起菩提心的时候，老和尚都知道，又让他走在前面，他就不敢了。他说，师父，这次我真正发心，我不走在前面了，我要以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大心大愿为基础，为道基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进。老和尚听了非常高兴，对小沙弥赞叹尊重之心开始有了，两个人有说有笑地上路。很多人都知道要修心，我们要发大愿的心，立大愿。发心虽然很简单，但是恒心道心不容易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人我们今天虽然很平安，明天却难预料。如果我们发下
好的心愿，我们不退转，那么你就是会一路顺风往前走。如果你今天心生退转，你把有限的光阴就会浪费在犹豫不决，而且会把前面的所修的道行全部全功尽弃，实在太可惜。所以发大愿的人不能骄傲，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坚定志愿，磨练耐心，训练自己的毅力，必定能度过难关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学佛了，一定要好好的对得起菩萨，一定要好好的对得起所有的人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学佛，把人生的烦恼之根去掉，因为人生的烦恼之根就是我们惹尘埃。为什么菩提本无树啊，明镜亦非台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因为我们实际上人生出来的时候是很乖的，从来没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心念，就是因为我们惹尘埃。为什么？我们越长大贪心越多，越长大我们越恨别人，嫉妒心都来了。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些心，这就是人在成长当中不断的会碰到那些灰尘。所以希望你们学佛的人要远离尘埃，能够一世修成，报佛恩。